看一下，这么大的，还是很胖的啊。大了，胖胖的，也就20多斤吧。好的，在那睡觉了，妹妹。还有一个最小的，长得还是挺快的，但是没有上一次第一窝的那个小猪漂亮，大小比较均匀嘛，上一窝的。所以我比较大小没那么均匀，看这个最大，好肥呀、啊！没有装那个风扇，因为这里面太热了。今天温度。34.7，很热呀。这是两个小母猪，还不是很大。这上次做了个栏杆，感觉这个小猪长得还是挺快的，20天长这么大还是比较快的。